监视器画面中，一名男子拔腿狂奔到路口，马上右转跑掉。随后，一名黑衣男子追了上来，他左右手各拿一把斧头，吓坏附近民众。看到有人拿着两手拿两个凶器，然后这样在那边跑来跑去，不知道要追谁啊？我们有听到声音了，就是他有追人这样。换个角度来看，被追砍的男子跑到骑楼，再钻进巷子里。黑衣男追到骑楼之后，跟丢人才罢手，看得出来动作非常的嚣张。这里是新北三重龙门路跟仁爱路口一带，追砍的事件发生在6号下午1点左右，警方获报随即赶到现场。警方巡线将该名男子查缉到案，经了解缘由，男前生之前因停车问题与人发生纠纷，误认为被害人杨男系先前发生纠纷之对象。故持利润欲以私理论。警方在犯前身上查获两把斧头，男子供称日前跟人发生停车纠纷，拿斧头是想为自己出口气，但最后发现认错人。警方讯后以恐吓罪嫌将男子送办。记者杨奇浩、王一仲，新北市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